这个熊，猪熊。多少钱买的？要几个？要一个。要哪一个？要这个。看多少钱？这几年了？七年多了，小人。这头不对呀，头都崩烂了。你看这个，哪还崩烂？那一个嘞？那一个？那个多少钱？一样。那个快黄了，头，回来快黄了。一个锅一个母，那那不是母，都是锅，都是锅。那都已经快好完了。对，都是锅。这村子为了长不大是吧？嗯。没有那些野家伙看着顺。野家是。野家毛亮顺。毛它是的毛松的。嗯。这人得长洗澡。它是的。它碰，这是它住在里头直接种的家，住到毛里的。嗯。那毛张开了它。能吃的很俩人，人一样。能吃能饿的，好看。哎呀！叫唤没？这家的不叫了，都叫唤了，拆开是。不叫，这改成不大叫了，不叫，不大叫了，不叫不着。它一冷天，一冷天，一暖和自然都叫。这条天应该叫唤。嗯，叫唤。叫他不叫不然该嘎嘎叫，我是嘎叫，你像这些人他嘎嘎叫的。嗯，有一种我在俺庄那喂的，给他学着好像你说叫唤。嗯，叫唤了好听。那好啊，他这白样子这叫，对，不是这叫。你哪里？我张大小的。张大小哪个？西张庄的。西张庄？啊。姓张吗？嗯。那个学校给。西张庄。哦。张连人可不是西张庄。是的，俺一个庄的。哦。西张庄都跟路边上住吗？路边上我看那卖啥的摊位里有俩。是。那路边上，那桥爪子上。桥爪子。嗯。老边了。嗯。老边喂。哦。我喂多，他喂少。吃的。他喂少，我喂。你叫张啥？张建红。哦。我给啥都喂。西张庄。这多少钱呢？一百五。我靠！吃我的，我女的吧。